Elvis so back. 然后也希望你们拍的照片、手机，拜托阿玛帮我修漂亮一点，真的认真。然后还有，因为我是穿迷你鞋，所以帮我拉一下，但是我可以拉高。天后实在是太 real 了，萧亚轩二月因髋关节骨折开刀，在辛苦复健后终于回归。24日在北京举办记者会，透露明年将推出新专辑，还会有全球巡回演唱会。但对于感情世界 ，Elva 则表示顺其自然。我吗？归零了，虽然归零了，每次都有不想谈恋爱，只是那种抱死不要想谈恋爱，不要想谈恋爱在催眠自己，但还是会想啊。就是这个要的东西不太一样，而且我觉得我还是一样，是比较在乎现在的感觉，所以我应该就是发生就让发生，我该留意会留意一下。对，最近有留意的对象吗？没有，我聊天对象很多，倒是真的，还蛮享受这种感觉的，因为以前都觉得太快要马上就交往饭。然后有时候是真的就是被拍到没办法，但现在就是享受多认识。你会什么择偶条件吗？他要顺眼啊，然后当然善良，我觉得孝顺非常重要。然后有时候要宠物，放纵我一下，让我任性。退群组哦，我常常会做这样的事啊，真的，我就是有时候很幼稚啊。我就生气，突然就把他就封锁掉了，然后他就透过我旁边身边的共同朋友这样，然后跟我讲，然后说我就好了，就把他加回来，就感觉自己赢了一下这样。怎么吼我？当然就是用无辜的双眼看着我，然后可能转过来这样抱抱我这样。哦，你知道我有录一首歌的时候，但是真的还就是没有开始想要去跟任何。我拿一个很帅的男模的照片放在歌词旁边，幻想就是好像我跟他之间好像在暧昧，因为那首歌是一个叫一种很暧昧的一首歌，非常成人的那种暧昧。然后还有幻想另外一个我自己的时候，实习医生里面有一个男主角，我就幻想我是这个女主角的，我用这两种方式完成的那首歌这样。所以我会找方法。你会拿以前的旧爱的照片吗？可能会变成唱魔鬼的那种。不行。是说萧亚轩此次加盟华纳音乐，原是有机会和 Coco 李玟成为同门，却无奈好友在上个月奏事。我非常的心疼，我们其实本来说好疫情后要见面，所以我们在疫情的时候，因为大家都只能用手机嘛，所以我们聊了很多心事，所以其实很早就开始想念他。那现在就是很想念他。其实那时候我没有跟他说，那直到他新闻出来以后，就是有说他要拍到要进去，所以后来我就立刻也才告诉他，我也在经历这个，然后鼓励他跟他。说就是说没有问题的，一定可以的。他一直在我眼中上面想的就是一个 super woman。我那时候其实很难过，他这样子。现在只要提到他，我就会这样，所以我就是天使，对天使。那我自己我觉得，我一定要更坚强，去面对很多事情。